丹丹，自从我做了上一次的一个实测影片，我有点上瘾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发现 before after 这个影片，哎， before after 这种实测影片真的是让人太喜欢了。这是我要福利嘛？可以给你 try 一下啦。OK， 你是也上瘾了是吗？对，有点，有免费谁不要？可是只有一台机器啊，这没办法啊。OK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影片命名为叫“好大力丢来”。哇，我讲错吗？好大力丢来，力丢来。OK， 就是呢，我来挑战商家们，只要你们呢有打够好，不怕打假，不怕打假。啊，你就来找一下我们来实测。当然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也是在策划这个什么呢实测影片的时候，我就提前问他们，哎，你们敢不敢挑战这样子的类型的主题影片？哦，他们就讲哇，很有兴趣，很敢。我就是喜欢这种商家，你知道吗？这全新的主题影片呢，只有讲真真，没有讲假假的、啊。各位你也是也知道，没有办法讲假的，因为我们有 before after 的影片，我们讲求的就是真实的效果。然后产品呢，说几天见效，我们就跟几天。我们 before after 的照片呢，都是有标记的，就是距离啊、灯光啊、用多少亮度啊、多少相机参数啊，一模一样，不会有作假。见证啊，见证。OK， 带你们来看一下，我们 before after 是有多么的严格哈。这是灯的位置，就是三个脚架固定好，然后这里也是灯的位置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摄影师的位置跟我站的距离，所以呢是不会有偏差的。然后我们相机的系数呢，还有我们灯啊多少亮啊，我们都会记录好。当然今天迎来了我们第一个主人公，其实也不是第一个啦，如果第一位挑战者，算是这个星系的第一位挑战者。大家看到这个盒子有没有一点熟悉感？就是我们的 Jamon 吉蒙。其实这个吉蒙哦，我已经看过很多人实测了，我也看过很多效果图 before after。 大家也知道我很常做 Ulight， 就是我也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，就是用他们家的产品啊，不管是之前的那个 Ulight 的那个雷射的，就是去毛啊，那个我也觉得很有效，然后我对他家的商品是很有信任度在的。第二就是很多明星推荐，就是我蛮喜欢的明星们，像周冬雨啊、奚梦瑶啊、陈妍希啊，这些漂亮女生们都有亲自推荐过他们商品。这一次呢，当然就是这个真真看过吗？这是提拉的皮肤，就是让你肌肤保持年轻，去皱提拉，让你的皮肤下垂，就是来反抗我们地球地心引力的宝贝。很厉害哦，里面那种有光的感觉，帮我加一个特效。我每次呢看别人实测，我都会觉得真的有效果吗？我就是还是有存在一个疑心在，就是那种狮子座的叛逆，我的心就是打着一个只有我用有效才是有效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今天就由你们来跟我一起见证我这个四个礼拜有没有变化。它是主打28天啊，所以我就直接来四个礼拜哦。四个礼拜哇，那很厉害，有办法咯。我们要讲出真诚真心。今天是2月1号，所以呢，我们四礼拜差不多3月1号，没有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、第三个礼拜、第四个礼拜，对对对，是29号。我先讲一下我自身的问题啊，我自身的问题就是我的法令纹啊，就是这边，我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我不管是讲话还是微笑的时候，我的嘴边肉这边有下垂一点点，就是它不再是 lift 上去的。有点想翻白眼，对，有点想翻白眼。没有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最知道的 ，OK， 这不是什么焦虑啊，这是真的真实反映我脸上的问题 ，OK， 刚刚最明显的，我觉得什么大小脸，我有一边脸比较大，有没哪里？不懂是不是因为我之前戴牙套啊，然后我的咀嚼就是只专注在左脸比较大是吗？喂，哇，对呀、哦，真的是有那么，但是这明显，可恶，连你都会看哎、欸，哇，好 sad。就是我一边常常用这边咀嚼，那我这边很少用，所以哦，到现在我还是会习惯用一边来咀嚼，所以我这边脸是比较大的，就是比较有肌肉啦，明显咩？你发现了，我真的是觉得害怕哎、欸。不用紧，你有它，不用怕，四个礼拜再看。这样我要不要只 focus 一边脸啊？认真的，你我自己发现，我觉得是挑剔，我自己焦虑，把你发现我让我觉得我真的脸一大一小。
可恶！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吉盟的盒子有什么啊？你们会得到什么东西？它就是一个盒子，其实我已经开过了的，因为很美嘛。然后我就打开看，然后这个充电器，对我也是开过了，因为我要充电嘛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哦很贴心哎，他还讲是礼盒也是收纳盒，对，将喜欢的首饰存放在此。对，然后它就是来这边，这边有一个小小洞口啊，不过你们看到吗？是来放那种耳环啊那一些的，所以它就是来你看。就可以收藏耳环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我蛮喜欢这种，很贴心。Before that 要用在脸上，然后才可以操作的，这个叫芦荟保湿凝胶，就是让你的肌肤更好的，就是在它在工作的时候还更好的工作，然后让它不会那么干啊，因为它这个起也是雷射的。我觉得先讲一个，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东西，看到吗 ？What is this？ 看它的面哦，它的面上面有12个电极片，就是它每一个。这个地方都可以有工作的，有十二粒，十二个那一粒，每个都是有工作。然后我这样子放哦，它几乎就是在我全脸了，看到吗？Means that 我不用一直去做，因为它大范围还够大。据我所知啊，我这样子去看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这么大、这么大范围，然后十二个电极片的，就是我可以这样子。扫过两轮就好了，不像其他的需要啊，一这样子扫，这样子扫，这样子扫，做很多工作，看到吗？再看这个有红光跟橙光，它的红光是促进美白、胶原蛋白再生。哇，它那个区域，它的区域每个区域有分不同工作，像这个橘光，美白提亮肤色，看到吗？明显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就是我们每个人肌肤都会有胶原蛋白，但是随着年龄的流失，我们有时候不可以不向年龄低头，加上地球的地心引力哈。哇 ，OK， 这边呢？它会有四个模式，不懂你们看得到吗？不用紧，我把它们看来。第一个是提拉模式 ，Relief， 看到。第二个是全脸模式，三个眼部 ，EYE Eyes， Yeah Yeah， OK， Eye， 哦 Eye。第四个是我蛮需要的法令纹模式 ，SL。然后呢，它是怎么见效？它其实是有两个模式，第一个是 RF 射频技术，主要呢是激活胶原蛋白再生，改善你的皮肤松弛、淡化皱纹跟细纹。然后还有就是 EMS 微电流技术，所以它这个是有微电流的，就是来你可以 feel 到它。这样的感觉，主要是它可以去锻炼你的肌肉，一直让你的肌肉在运动，就很像你要有六腹肌，但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有，或者是你想象就有，你需要去运动哈，就像它来运动你的肌肉这样，让它紧实、紧实再紧实。像我这种有点害怕的朋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呢它是有三个等级的，它在每一个模式上面还可以调你的。等级，这是第一等，第二等，哦有啊，第三等，所以你可以从第一等开始，等你习惯了啊，你再慢慢 upgrade。我是害怕的啦 ，OK， 我先从第一等开始。看过那个影片吗，各位？等吐影片，大家记得去看啊，等吐影片。这样子我们就 try 比较大的脸那边先啦。这样子我用什么模式先好呢 ？Relief 好了，因为我这边比较大，所以我提拉哈，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哈。这个是 directly 见证 ，OK。首先呢。涂这个凝胶在脸上，然后我会涂很多。我看他们讲要涂很多，先涂这半边脸哈。哦，害怕哦不 ？OK。突然间大声了，害怕吗 ？OK 啊，开始啊，三、二，快点啦！好啦，哎呦 ，OK 啊，冷静啊，哦。什么感觉？我还可以接受这个。OK， 你现在放大我的脸，放大你的脸，放大我的左脸。你看到他在动吗？看到吗？手指左右。他在工作。你的目再大一点嘛。什么表情？快点。等一下嘛。上一个 level， 他才看不到了。上 level two。看到吗？哦，有，还在震动的。就是在帮你的脸。做运动就是你今天透过我们平时呢是用运动来让有自己有腹肌，今天我们这个换一个概念，就是用这个仪器让你的皮肤震动。Relief 模式是六分钟，他会跟你讲他停了的。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能接受，它还是会算有一点点小刺痛，我觉得啦。你看我其实哦，几乎这样子过一脸了，就可以弄完我整个脸。等我们这边结束。我们去拍一个 after，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。有没有厉害？这就是你这种想在质疑我们的 before。
OK， 听到声音了吗？是我们第一次，我们是结束。就是讲我这个模式结束啊。看，转过来这里啊。我们去拍照看看。OK。各位，这边是掉的。哎、欸，这里看是有点明显。这边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是上去的。有很给力。OK， 现在我们来拍一个使用一次后的 after 对比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哎。其实哈，我这边就很明显了嘞。要啦，你看，你们看到这个阴影吗？这边，我就是讲这个嘴边肉，然后这边是 lift up， 这里没有那么明显。然后这边大家有看到这里，然后这里是没有，这里是上去的，顺的。可能我的脸不是没有办法做到一次过那么明显，但是要很细微、很细微才可以发现到。来喽，我们来拍 after 的照片哦。Close eye， 在等待的当下，我还是把整个脸都做完了。我们试试看用全脸模式。其实我在想哦，我来去研究一下，是不是用全脸模式会不会比较好嘞？我就整个脸都弄完了。你怕是马书生？激将法。OK。来，来过去。哎，等，右脸特别想要回答。哦，要白了咋？level 2了。不会啊，其实我是因为我真的是左脸比较。大我好啦，我今天还是我这样子，因为我真的害怕哦，我的脸部 balance。嗯，你是两边一样比较好，我觉得。我现在先用两边一样，就这整个我只要过两轮就好。After 照片还要跟我讲啊？好。其实这样子弄 ，before 上台啊 ，before 出门啊 ，before 过新年那些好像也是蛮好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一直找不到一种去水肿的方式。就每次拍摄啊，要做很多。我要喝黑咖啡啊。对咯，现在有这个各位，黑咖啡都省买，牙齿都不用还了，跟你们讲。跟你讲，我们前一天拍摄，我们不敢吃东西，怕水肿，不敢吃那种咸啊。我先有这个，感觉可以大吃特吃。各位，我们的 before after 照片来啊，真的是很细微，很细微，因为我的脸本来就蛮小的啦，但是真的是看得到的是这个下颚线，看到吗？嗯哼，就是来这边左脸的这个。弧度是顺的，还要很细微才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边它会有一种，就是看见，不，你看得到吗？这是 before， 这是 after 啊。before 它的下颚是有一个补了，再有出来一点点的，但是你 after 是没有了。哦，是真的是比较轻，很，真的是很小，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哦。对，这是第一次用，28天后见，打起来。等一下我们要跑脱，所以呢，最近真的太会吃了。我昨天吃啊 ，Maggi Curry 不可以，这样子会不会比较亮一点？哦，会耶，好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来修一下妆。其实是很东西很方便耶，你看我随时随地哦。我现在在槟城，我其实这几天都没有办法去美容院，所以我这几天哦，几乎只可以自己做按摩还是怎么样。但是我今天有了这个仪器哦，我就变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我不需要等到我有空我去美容院我才做。来，我现在我就可以做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做一个全脸好了。今天其实是。在槟城的托是4号，我们在后面那么紧张是因为呢，我们要庆祝朋友的生日，蛋糕已经在路上了。诶，发现我习惯二倍了耶，你叫我踹看3倍。诶，上去了耶。哇，你看，等你需要，你要吗？年纪大了，你看，我看到有人突然正脸了，你要不要讲会紧致是吧？对，你自己需要了。真的，你看我左右脸很明显，你看这也是下的，真的有嘞。你看，就是这也是上的。我们等一下表演了，我们有用啊，这个上来了，颈线也熬不到。OK， 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事情的话，就是呢 ，Danny 伤到他的颈线，差点用吗？要用，快点来，示范一下。真的没？还是会有一点点痛哦，不会到很，我觉得你是可以的，只是我的痛感会。比较大，可是我帮你弄，我就要弄全脸了，因为它会很明显。你看，你看我这边下的，你看镜头这边下的，是那边上去的。你看这里，哟，很可怜，真的很厉害。电波上，你真的有一点，它是有电极片，其实是跟美容院差不多，就你随便戴着啊。你看我这样子，要吗？不会麻烦，只是你要将你全程好了吗 ？OK， 大家，你看我放大我的脸，这边是上去了，这里是下来的。喂，陈培友，哎呦，要练姐，听到吗？喂，我的模特，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各位，你不要硬 get 啊，等下啊。不接喂。OK， 放大。把腹肌勾掉。不要。OK， 我帮你弄。We live。好了。OK， 我帮你。OK， 先让你习惯那个感觉啊。有吗？有感觉、啊。好像是那种嘟。OK， 我们可以再上吗？可以啊。它可以再上吗？它有多一个等级。就一个。嗯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OK， 其实这样子会比较好。还好啦，什么叫有感觉？这个感觉不叫感觉。我跟你不一样吗？
哎，你可以正脸吗？你可以正脸，你看着他们。哇，这个胡渣好可怕啊！帅哥的胡渣。这是很真实的素颜在那边弄。其实我的脸蛮需要推的，因为水肿，刚刚脸睡很多。其实你知道吗？这个哦就不像我们平时去水肿这样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要好有爱，还要黑卡。我要讲重点，你跟我讲。像我们平时这样。要一直喝黑咖啡，极麻烦，还不一定会去到的。这个是一定会做到的。蛮舒服，主要是不用自己弄了。怎么感觉？会痛吗？完全没感觉。就有一点这多级，大姐这多级。它跟我的 level 不一样嘞。怎么得对影片里面可以看出啊？哦，你真的蛮厉害的哎。来，各位，哪一边脸弄啊？哎，我脸歪了，啥子？这边起还要这边矮啊？哪一边脸有弄？大家这种不用看的，靠脸，靠脸，靠脸，超级明显。你给他打总结，这边这么总结有没有？超明显的你的，然后我再帮你弄妈妈的脸，可以买个给我吗？公司用就可以了，这个一个人用就好了。我们现在用继续弄我的半边脸，我们今天两个人漂亮就好，其他人干嘛？哦，开心开心，大家我很想给你们看一个哦，这个真的有在运动的一个，你看我嘴巴，它是不受控制的在抽动，很好笑，往上滑。今天只有我可以美，其他人丑一点没有关系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的是，这个保湿凝胶呢，我自己用它是不会过敏的。就是来，我用了过后隔一天啊，我没有长东西啊，我的脸还是很稳定的，所以它不会让你致痘啊，不会闷这样子的。OK， 两边脸弄完了，你看我的脸超级无敌尖的，我要做全场脸最小的。OK。好，现在要准备化妆表演，然后帮蔡长勇弄剩下的半边脸。蔡，可以帮你弄啊。我变帅哥了，各位，我脸原本已经够小了，现在变更小了。等一下，这块东西是不错的，它打到我的腹肌。你看，我没想到有人还有腹肌。你可以不要烦嘛，没有人想要知道你的腹肌长什么样子。我觉得这东西很适合我们，一忙好哦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美容院。哇，变小了。OK， 现在就去化妆，然后洗好脸呢，就可以直接护肤喽，是吗？我的脸有没有均匀多了，嗯，开心。而且我觉得很值得的一点呢，是我现在我买一个机器，我就可以用无数次。然后我去美容院，我要等很久，而且去美容院不只要等他的时间，也要等我的时间，可不可以？就是要配合一个时间，是我觉得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了。我相信很多人早九晚五都是这样哈，连我都算自由时间比较多的人都觉得有一点难安排啊，更何况是早九晚五上班的朋友，应该会更难。After this， 我觉得我是很 approve 的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28天，我们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还是看28天后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有。OK， 谢谢各位，我们刚刚呢表演完，有人在沙拉哇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已经卸好妆那些了，就是想要在睡前用一下金粉。就是它呢，不只是给你急救这样子用，当然你要效果，好像我前面讲的这样子，就是运动不是一下子有的嘛，还要持续的运动。如果你的脸呢，你要它一直都这么紧致，一直有这么有产生那种肌肉这样子的感觉，你就是要不停的持续的在用，它才会有更永久的效果。像你的腹肌一样子，就是你腹肌你不可能用运动 OK， 它好像今天比较酸痛，有比较有力，但是你一直在做的话，它才会有那个 shape 存在，这样子就它会 long lasting 长久一点点这样。其实哦，你就是到现在哦，你还可以很看得出它用完一遍就还是有效果。你看这也是提上了，我这法令纹也是提上了，苹果肌也是提上了。好，我现在做完了半边脸，就完成今天，就护肤睡觉。整个新年太专注在聚会上面了，讲得很好听哦，聚会上面。应该有7天没有弄了哎，天哪！我现在从今天开始，我每一天都要用，不可以放假，我要补那7天回来。然后我觉得哦，大家可能一个月。其实用，你看我现在已经用到有点扁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买这个的时候哦，一定这个凝胶哦要搭配着买，不然哦很快很快就会没有了。会不会我没有错觉哦？因为其实我也是吃蛮多在新年，但是它好像有一点还是那个棱角分明。现在不用用那么多下了，我现在一两下好像就很明显了，就没那么垂。弄多一点那个法令纹的地方。看一下，太明显了，有准备上去哦，很明显的哇，
天，看到吗？玻璃我们要买啊。这边很明显哦，很恐怖的。要不要 try 一下？我要帮你弄。你看我讲话哦，那个肉松度也是不一样的，你看到吗？我这边肉会比较松一点哦，就是连讲话都可以很明显看到哦，这边的肉是比较松的。然后这边是紧紧的，好，小龙快点弄，弄完了我就帮阿姨弄。来，这边又是第二位被我安利的人士。然后呢，我先给你 test 哦，它是有一点电流这样的感觉。凝胶。然后它会导电。对对对，我先给你 try。因为有手办。啊，如果你第一次给别人 try 哦，一定要放在手肘上，还是点点点。懂吗？会啊。OK， 这是一度啊，它的度数越强就工作比较大哦，是二，懂哦 ？OK， 然后这是三。OK 哦，我们先从一开始。OK， 我们看 try 右边脸，现在这边的肉会比较下面一点，这里我们把它弄上来看。我先给你 try 一的，然后慢慢再上去。有有吗？有 feel 哦。嗯，有点抖，哎呦，有点麻麻。你如果 OK， 我就上多一个。可以。好，上多一个。上了。嗯。有 feel 吗？有。如果 OK， 我就上第三个。OK， 再上。哎，我眼睛会跳。是不是懂啊？这个原理哦，就是哦，很像你的腹肌啊，啊，对啊，很像你啊，练腹肌啊，它不是会一直运动，它其实就是在帮你运动你脸部的肌肉，让它一直都在保持那个位置。这个东西也可以用眼睛哦。可以，所以让你很忙啊，家庭主妇嘛，做家务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美容院啊，做饼干呢，还有一点点红的话是正常，因为它这个是有热能跟那个微电流。看看你啊，你。小这样多啊，因为看错，吓死人！哎，真的哎，我一路来是左边上的哎，结果现在是右边上，然后这边小掉哎，你看我连笑都往右边了，你看这边提上去了、哎、，OK， 它会停啊，会，它会停啊，然后就叫我做下半边脸，我觉得你可以哦，如果有你就持续做右边先，然后做完要给它 balance 去，哇，可以耶，嗯，是它上，一路来都它都下了 ，Approve，Yes。三各位，现在是6:30，我昨天3点多才睡，因为庆祝生日。然后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拍摄，我就更觉得 ，Oh my god， 我有这个东西好好，就是达成我随时随地都想要用我这东西的一个前面方便度。哇，我觉得睡不够更明显，什么鬼哦？直接开心到精神掉了。我就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囤一囤这种东西。真的，优赖怎么这么会做事？根本不敢只弄半边脸就出去。快点，我也是要赶去做 grab 了。而且我觉得我的脸哦，已经算是很没有肉了，只是偶尔会浮肿啊，或者是水肿这样。所以我已经哦，这么有效果哦，讲真的，一定很多人有效果。所以哦，我的脸已经是最明显可以给你们 feel 到这个产品很厉害哦，这样才觉得啊有 balance 到。没有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花这样。我真的是好累啊，现在。赶快去把脸洗干净去上班。欸，各位，我刚拍摄完到家，然后呢刚刚就有在拍摄嘛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事哦，很多个角度，真的是你没有想到会用，真的是非常突然来的东西。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无法避免，然后你又要做好的时候，这种紧要时刻哦，真的很值得很值得用。然后我刚刚拍摄的时候我就想到，因为我知道今年一定很多很多人结婚啊什么之类的，如果在这之前哦，大家都有买得到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有帮助了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大家。不知道谈得到美妙的价格给你们吗？我决定了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会很需要，所以我会尽量的去敲这一笔。可能你还没有听到吧，用什么好价格让大家买到这么好用的东西。因为我等一下就要配好行李然后去纽西兰，然后当然我也会带去纽西兰try 看，在国外旅行用的话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效果，还是很方便，还是不方便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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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慢慢期待我这个月变吧。耶，宝贝们，一个月回来了，这一次呢，真的是去好多地方，对吧？真的，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真的是很多哎，我从新年前。到新年中，到新年后，在出国到现在一直都在，吃得很好，对吧？有肥有胖呗，哟，是讲我胖 ，OK？ 这一个月过后，当然是要看我们的效果图。验收，验收的时候来了，来，我们来上效果图。OK 啊，其实我觉得我的变化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大，因为我的脸原本就已经很小了的，对，就是、这是真的，就是这边的棱角都是已经分明了。但是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我的脸部的那个肉感是提上去的。其实这个也不是我发现的，是我问我
的 team 们，他们在讲很明显啊，你没有看你的肉提上去啊。我才发现，我在认真认真的再看一下，我的肉是全部都是提上去的。其实正脸哦，我是要很微小的才可以感觉到我的脸整个是有小一点，但是真的是不多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点到极限了，是吗？我讲真的，我个人觉得啊，你现在看影片哦，我觉得书生的脸型是跟普通女孩子是一样的。其实错，你要看真人，他的头小到啊，你叫我个别啊，他的头是真的是小到那种。讲其实也没有发觉，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我脸跟头是真的很小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里面了半，我觉得最大的分别是我的肉，我的肉从比较下的现在已经提升了。那我觉得我会一直用它，其实你可以看我左右侧的会比较明显，是那个肉的感觉，它是要很用细微的，不然你们可以 feel 到吗？ feel 到，你看另外那第一个 before 的时候，它肉好像松趴趴这样子。你是一个男人，看得这样明白。开玩笑啊，你查一个女朋友不了吗？你要有女朋友就要送他们结婚。OK OK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挑剔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是他太挑剔啊。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脸，他看了那个图，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因为我自己看那时候，我就找他们帮我，哎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，然后才让我更仔细的去看，哦，是真的蛮大变化的。然后这一次的后代力丢来呢，我们给他阿婆。没有这样简单的 ，OK？ 怎么可能只让我自己一个人爽？是不是？当然你们也是要爽。这一次呢，跟 Ulight 集团已经谈了。我看他们每次都是讲，你给我的优惠如果跟别人一样的话，我是不会要做的。当然他们也很了解我啦，他们给我的观众们的优惠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次呢 ，Jmoon 大运动。集盟原价2999，只要订购 Jmoon 集盟的朋友，用我的 QR code 下单，就可以从原价的2999立马折扣100令吉。此外，还会送价值369元的凝胶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凝胶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它其实消耗的蛮快的，因为如果你一个月里面要一直用啊，它其实已经变平了。然后呢，还会再送价值199的集盟。萌舒缓提拉紧致面膜，里面呢是有5片包装。再来就是拉萨，还有厉害啊，吓到你了啊！前30位订购的朋友还会再送那个 U 型枕 ，Ulight 家的 U 型枕，这个送啊，哇，前30位，这个是按摩的，会发光发热哦，整个可以讲超爽啊，非常适合你在办公室用啊，在飞机上用啊，都非常适合。跟你讲啊，这30位里面一定已经有我。其实我要送给那个谁的，嘿，伯伯，哟，对，安香，母亲节，对，哎，母亲节，怎么你这样聪明的？真的很不一样耶，永杰。就是因为配合着来临的母亲节，所以呢 ，Ulight 就把整个优惠的期限延长至6月31号。所以呢，你只需要用2899就可以得到价值867块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是我一定会冲那30位观众。耶、yeah, ，这一次后代力就来了，算是第二集隐藏的第二集啦，因为第一集是松崩嘛，第二集呢就是节目精了。当然，我也是很欢迎各位想要在我的脸上试用产品的话，其实我是蛮想要 try 美白的，我是想要 try 全身美白，全身美白。因为我是觉得我的肤色很黑，如果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呢，我想一下。Anyway， 如果你们有商家呢，想要进入后代理就来这个系列呢，欢迎 email 以下的链接。啊，好彩这一次是成功的，不然我下面的系列该怎么做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期待是失败，我期待是那种踩的样子。还是我自己也去挑战一下踩？还是你们可以 comment 给我们去挑战？哎、欸，我偷偷去。Good idea 哦！哎，我马赛克，要成功了，然后我们再秀出来。好，不错哦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和大力就来见哦。